45年前，30位家庭主妇每天5毛钱的竹筒岁月，开启克难慈济功德会。45年后的今天，全球慈济人再次横持善念，回归竹筒岁月，每人每天小小善行，汇聚成造福世界的力量。60年代的台湾，1200万人口，超过100万人处于贫穷线下。这一年，正言上人决心走出修行小木屋，从最贫穷之处开始行善。咱欠一口饭起来了，咱若要食10分饱，食8分饱，咱会当留2分来帮助人。在诸位黑暗的角落，点一盏灯，慈悲智慧的化身。在最凄寒的路上，生一堆火，因缘感恩与施舍，但愿众生得离苦，光披天下之事业啊，医疗事业呢是分秒都在抢救生命、守护生命啊，一切呢成为守护生命的磐石。给他良知，良知的是智慧，我们要给他智慧。但愿呢，这样的希望啊，在我们的人间社会不断不断向前推动。对人文的解说是人，就是人品典范，文呢文史流芳啊，我们呢要好好的把它记录下来，描绘真实人生，抚慰人间疾苦，激发善良的心，跟随菩萨的脚步。敬的心来敬天，我们要爱地呀，我们要珍惜万物啊，为了
我们的在地球上生活能平平安安延续在下一代。如何让人人呢慧命增长哦，生生福益啊！人人要忏悔，人人要斋戒，人人要素食。无以为宝，以善以爱为宝。援助足迹遍及全球72个国家地区，获得当地政府认同。2010年，慈济以特别咨询会员身份加入联合国经济暨社会理事会，善行的影响力在持续着。45年前，善的种子从一而生。45年后，全球有超过100万志工跑在最前，做到最后。慈济宗门实践人间佛教教义，仰望星河，在众星之中有一颗名字叫慈济。2010年，中央大学天文团队为感恩慈济对人类的贡献而命名。慈济小行星永恒运转，象征慈济大爱，守护众生。日落，爱不落。静思法脉，勤行道。慈济宗门人间路。